前播出的剧集新版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面美女如云，其中内地女星孟子义更被封为史上最美穆念慈，人气直线上升。这天她飞到香港为一个活动担任形象大使，拍摄广告。以往很少抵港的孟子义这次有机会来到这个美食天堂，她也说要抽时间吃尽地道美食呀。啊，其实我特别的喜欢香港，因为我觉得就是香港无论是从就是美食上面就很吸引我，因为我比较爱吃，对，然后再加上香港的夜景真的很美，但是我可能之前的时候就不经常来香港，然后希望以后可以经常有机会来香港工作。然后这次在香港时间比较紧张，所以其实来了就是逛一逛，然后吃吃东西。怎么说都有史上最美穆念慈的称号，美女孟子义除了会打扮之外，当然也有自己的一套护肤心得了。她也很大方地和大家分享护肤大法呀。其实我觉得皮肤呢，就是首先它只要把水补足了，其实就会很有光泽度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像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一天的工作妆面就是会保持一天，然后可能我们就会不停的补妆，然后其实妆就会过于厚，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回家好好卸妆，然后多卸几遍，对，然后再去做补水工作，让皮肤可以就是水嫩嫩的。去年才正式出道的孟子义，透过这部家喻户晓的作品为人熟悉，所以他也很期待日后的发展呀。接下来的工作方向，我希望可以接一些更多更好的影视作品，然后可以带给观众们更多更好的表演，然后呢，包括也想去多参与一些时尚的活动和一些好的广告。